份考是护法神考的呢，还是因为自己自身的八识田而出现的呢？都有，八识田是一种自然的考核，因为你许了愿之后，你是八识田中就留下这么一个软件，用电脑讲叫软件，这个软件就是像防毒软件，它自动只要你有毒进来了，它就帮你防掉，所以它这种考试也是自然的。还有一种就是护法神考你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好了。嗯，好，感恩师父开始。